我们看这一题，他说工业上制造精密的铜质电路了啊，为什么这个工业上哦制造这个精密的铜质电路哈、哦，是将铜浸泡在何种溶液中，使其腐蚀而制造？哦，就是你一片铜的话就没有线路嘛，那有些地方哈、哦、你要把它给洗掉，把那个铜洗掉，那你用什么呢？第一个铜哦，它不怕什么？不怕酸，不怕普通的酸啊，不怕盐酸，不怕什么呢？不怕硫酸，但是它什么呢？它怕什么呢？它怕硝酸的、啊，它会跟硝酸呢起作用、啊，所以呢，我们的就用硝酸来洗，哦，把这个有铜的部分把它洗掉，所以它是怕硝酸的，它可以溶解于硝酸的、啊。所以答案哈应该选多少呢？应该选 D 啊。哦，用这个呢？不对 ，D 是醋酸，答案应该选 C 啊。用呢硝酸哈来给它这个腐蚀，哦，把这铜腐蚀掉以后，那就会有线路跑出来。所以答案应该要选 C 啊。用什么呢？用硝酸。